这个新到的大炒货机，能炒50斤的。这里面是这样的哈，一个大转炉，这是新到的真空机，到时候真空豆包了啊。新的旧的？旧的，借的。他用的借的。啊。嗯。再去卸炒货机。啊，在这里了。这现在准备把这屋的架子给拆了，当库房用。这里边之前是放木耳菌，这真的是炒糊的那个，嗯，俩都黑了。这机器坏了，之前坏了这个。这个都折了两个了。哪儿啊？这个呗，这是王小姐这个都折呗，一折了。啊，他管他转，他这玩意这嘎不就没有消，他憋不住，他这边就不转了呗。这边开始，这个里头都是真空袋，也就是我手里现在拿的这个。呀，像厨师了，真的，你这帽子戴像厨师。开始操作。行，下就行，下就行。你可以再试试。嗯。这多长时间了？自己它就能抽了。你看，好了。呀，我感觉这个温度还挺正好呢，你看都挺红的。嗯。整好了。哎，这怎么像那个做菌的大的似的呢？正好呢。做菌的，人家食品级的啊。啊、嗯。这食品的。一斤多呢。啊？一斤多呢。一斤。这就一斤四两。这是一斤四半两。啊、嗯，半两啊，对，五十克一两嘛。一斤对，一斤半两。你再换一个。拿来。这个不到一斤，这个就是少点，这个就是少一点，这个多一点，这个、多点，这个多那么点儿，还有皮儿，行，就基本都这样就行了，那这个就可以了，对，对就这样就行，这种就可以了，做工完事儿了啊，这是八个，八个要了吗？要了，就一个稍微差那么一点点，不是你这个咱们装前咱们就是差那点儿吧，差那点儿吧。装挺好大小均匀的。对，咱们均匀点装，咱手工这玩意儿不可能就都那么大一件大，咱就装点差点装，挺好了。大户牌豆包诞生了哈，哪个特写呗？等给你拍张。一个人把脸这样，自然脸就这么大，挺好，挺好。来，大姑给你照张照片吧。照张难看照片啊、哦。啊，来，你摆好姿势。啊，再笑一笑啊。对，好了，大姑牌豆包啊，诞生了。大姑丑豆包，行吧？挺好。大姑的丑豆包，哎，在这边咱们能看出这底儿真的挺大小的，你看啊，嗯，搁外面装上冻上吗？嗯，对，这个东西必须得冻。嗯，那咱这必须得冻。好，我是大雷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呢，记得点个关注，谢谢。